你就一直在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我打扰到你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已经写完了，就是再检查一遍。红豆跟老胡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镇上酒吧的歌手走了，胡老师今天去试唱了。红豆应该是在系统家打麻将吧？夏奶最近迷上了打麻将。这进度条也太慢了。什么进度条？爱情的进度条啊。嗯，他们两个哪有什么进度条啊？红豆来的时间太短了，也就两三个月。这么一走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进度条。嗯，不对。我觉得呀，这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嗯，你看红豆的事业发展方向就不在这儿，现在又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，女孩子考虑问题呢得全面。嗯，对，是该搞事业。对，就是要搞事业，先富带动后富，再实现共同富裕。说的是没错，但是小黄，嗯，你来这里搞事业搞那么久了，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？我有对象啊。啊，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，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。你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？嗯，去年暑假我去贵州看我爸妈嘛，去之前我妈就跟我说了，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支教老师，我肯定会喜欢，早就把他夸得像朵花似的了。我后来到了那儿打眼这么一看，小伙子确实斯斯文文的，说话也温柔，性格也特别稳重，主要是多看他两眼，他不好意思，小脸红扑扑的。我妈呀，就是把我的喜好啊拿捏得死死的。竟然还是你妈介绍的哈？嗯，印象也很好，所以就一直联系。这不上个月就捅破了窗户纸，确定了恋爱关系吗？所以你们两个这个是异地的网恋。嗯。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。嗯。我想把他从我妈那挖过来，这我们这学校还缺老师呢。他愿意吗？他暂时不太愿意。让你妈跟他说说。我妈更不愿意。我妈跟我说了，他现在带的高年级的学生要中考，让我想都别想。你们一家子可都有人才。我妈才是人才。那个小琴嘛，守着个杂货店也没什么生意，哎，我估计啊坚持不长时间。再说了，他又喜欢那个男娃娃，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，小琴的阿爸阿妈肯定很着急。着急有什么用？大人能做得了孩子的主？前段时间小琴的阿爸还打听你们家笑笑。嗯，打听我们家笑笑干什么？看上笑笑了吗？觉得他有手艺。他能看上夏夏，前两年还嫌我们家穷呢。哎呀，那是前两年嘛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笑笑有手艺，大家还是知根知底。哥，对，那有好的就赶紧紧着夏夏介绍啊。哎呀，夏夏还小，还是先紧着阿瑶吧。阿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？有小春嘛。我听说小春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，哎，讲小姑娘长得很漂亮。嗯，可是要介绍给阿瑶的。嗯，不是阿贵人，你别光聊天，打牌啊！哎呦，三万！小春是在家说过这事儿。阿瑶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不行，我早就跟他说过了，别搞这些，好好工作。你去见见又怎么了？不是，这个小春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？这工作一天到晚这么忙，他还能想东想西的？这也是正经的大事啊，对吧？就是。阿婶儿，你管管他。要管你们管，我可管不了他。他都给我下通知了，认清形势，放弃幻想。哎，什么叫认清形势，放弃幻想呀？嗯。你踢我干嘛呀？啊，我腿伤，我。哎，你别看我牌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啊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人家阿瑶根本不上心。红豆啊，你觉得阿瑶怎么样？
挺好的呀。我问你啊，那个是你喜欢的类型？不是。怎么就不是了？我喜欢皮肤比较白的。你别看我白，没看。小春，我们到了啊！哎，红豆，你不是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？我刚好在附近，就一起过来吃了。那怎么了？有什么跟他说的话不能让我听见的？是，我们两个女孩说话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你回店里吧，让娜娜给你做个土豆饼啊。真的假的？你真赶我啊？小春，你们在门口站着干嘛呢？来了来了啊，快进来呀。那个，你要想吃就一块儿吧，走走红豆，走吧。谢小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店的老板小薇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许红豆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大哥，那个谢之遥。幸会。啊，谢总，你今天有时间过来了？对，今天有点时间啊。那我们去小院里面坐吧，方便聊天。好，走，红豆。好。你们随便点啊，千万别客气。今天这顿饭我请了，之前一直说请小春吃饭来着，他一直忙。今天这顿饭肯定不能让你请，红豆来了这么长时间，马上就要走了，我一顿饭都没好好请他吃过，这顿饭肯定是我要请的啊。那红豆不是在这边工作的呀？我呀，我不是，我是来谢总小院度假的，我是住客。哦，那你们今天这是送行饭呀？我在这儿还合适吗？不合适，合适，一顿饭而已，合适的。那我请你们喝酒。我这儿还有一支还不错的红酒，正好今天开了，我去拿。哎，不用，哎，你太客气了，小薇。这个阿妹怎么这么自来熟啊？不是大哥，我之前跟你说的话，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记住啊？什么呀？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，融合餐厅的老板孙小薇，我要给你介绍的。他拒绝了啊，那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，我就跟人讲你没有时间，等你有时间了你肯定来。你看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让你来的，你自己要来。那我走了。你现在走什么呀？刚才让你走你不走？菜单都看好了吧？那个我们要一个牛肉堡，然后再要一个萨拉米的这个薄饼，好吧？红豆鸡肉卷。好嘞。我都行。啊，行，那你们稍等，哎，我来安排。好。来，干杯！高兴啊，高兴。之前小春说谢总没时间，我还想着去谢总的马场骑骑马呢。这不，我这也是刚开业，也没去成，都忙。我们邻居啊，一说谢总，那都知道，说生意做得大，人长得帅，还是个热心肠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别听他们胡说。这哪是胡说呀？今天一见，果然是帅。不过，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？嗨，那个我大哥呀，就是一颗遗珠，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了。遗珠？哦，我一开始啊也这么觉得，
后来发现呢，其实不是，人家是要求高，那个宁缺毋滥，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，这个看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，还不是。没这么高尚，就是没什么人看得上我。哎呀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来来来，干了干了干了。干了，我干了。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啊？我还没帮你说话，我说的都是好话呀，说你仗义，啊，孝顺。你这是在帮我呢，还是在帮我相亲呢？人家小薇本来就是以为你是来相亲的。那你也不该接话呀，我好不容易把话题给绕开了，你又给绕回来了。那人家小薇问的也没什么，她问我了，我不得答呀？这下好了。人家以为我上杆子来相亲，还找俩好说话的陪着。小春也就算了，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？不是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不是，小春怎么这么慢？我还有事儿，我不等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谢谢谢谢啊，红豆。嗯。哎，大哥呢？走了，上班了。走的还挺快啊，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本来带你到这家餐厅是觉得环境挺好的，没想到。没有。菜特好吃，你怎么样？你去哪儿？我回趟仓库，你呢？我去找心爱的玩。那走吧，一块儿吧。吃过了？嗯。吃完饭，哎呀，有点困。啊，来，坐这儿。生什么气？有什么烦心事？心里有点乱。想得多，烦心事是越想越多。安奈呀，嗯，你说这个人哈，他怎么就像那个狗熊掰玉米一样，掰一穗儿掉一穗儿，就不能什么都有？人不能太贪心了，得了千钱想万钱，当了皇上又想成仙，人就长了两只手，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，也只能拿两样东西，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，哪能要什么有什么？嗯，不能要什么有什么，我记住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过几天。哎，那就多到家里吃几次饭呢。好呀。阿奶，嗯，我觉得呀，你身上的味道特像我姥姥。什么味儿？烤面包的味道。嗯。嘿，那是烧柴火的味道。阿奶呀。嗯，你可要健健康康的哦。嗯，你要多听阿瑶的话，不舒服了去医院，别嫌麻烦忍着。知道了，阿奈呀，也嘱咐你几句，遇事别较真儿，宽心一点。烦心事是越想越多，总能过去。我也记住了。
喂，娜娜，怎么了？谢总，红豆下午发烧去输液了，还没回来，你有时间去接他吗？马上。你不运动的吗？平时我不运动，我这一天到晚的我不是你什么情况啊？你发烧来打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打个针而已，告诉你干什么？有一个人来打针的吗？我在北京都是一个人打。这是北京吗？不是，你下午不是生气了吗？我生不生气，我也不会不管你啊。嗯，这不是什么大病，没那么娇气啊。我看你是有点大病，这都几点了？一会儿你输完液，啊，回去黑灯瞎火的，你不害怕呀？我跟胡老师说了，他在镇上的酒吧工作完了，就过来跟我一块回去。我看你真的是要活生生把我给气死。我怎么了？怎么把你气死了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你生着病呢，我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呀？头孢啊。啊。那个细菌感染要打三天呢。啊，不烧了，饿不饿？不饿。那个，你坐，别戳在我跟前，跟
粽子是。哦。那什么，下午，抱歉啊，那个不是有意的，别气了。嗨，你道什么歉啊？该道歉的是我，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。不过那个小薇啊，确实长得好看，你没事跟她多处处，说不定，是吧？大美女，是不是？我闻到了什么味儿？消毒水的味道。是酸味儿。把手给我。喂，你干嘛？给你看看手相。去你的。错过相拥，时间记住又微风。冷不冷？记住藏着心。谁的梦，在落着雨或阳光的夜。来，这里头啊，给你加两个蛋，面可以剩下，把鸡蛋吃了。啊，这么多，你分点吧。这不多，你先吃不完给我。真的太多了，你拿个碗吧。也行。分点面啊，蛋你得自己吃。我去给你倒杯热茶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男女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吗？那你说，他俩是在一起没有？大麦说，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。回忆杀？嗯。听不懂啊。写歌去了。哎呀。哎，土豆，我是地瓜。什么烂梗？喂，小春儿，啊，我在家呢。哦，人到了是吧？好，我下去接。哎，
子。哎，姐，你跟他走吧。好嘞，你好，路上顺利吗？顺利。小春卸货去了，忙完就过来，我先带你去房间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行李，过来，马上。好。你昨天发烧输液去了？啊，没事，好了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这边请。谢谢啊。哎。现在是白天，大家啊去忙去了，等晚上回来给你开个欢迎会。不用麻烦大家了，没事儿，这是小院的新传统。哦，你房间在二楼，小心点，楼梯有点陡。哦，哎，你提得动吗？没事，不算重的。哎，慢点哈，楼梯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院子还挺大的啊。啊，它这个呀不是一个宅基地，是三户拼在一起的。原来呢，当客栈租出去呢，就倒闭了，闲置了三年。后来谢总啊重新找设计师装修了一下，做短租。这边一共六间房，楼下那边就是公共区域。嗯，我带您上房间看看。嗯，好。来。哦。你的房间啊，来之前二婶们给打扫过了，做了通风，电器呢也全部都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啊。但是呢，阿婶只负责公共区域的打扫，房间可能得你自己打扫一下。嗯，如果要找阿婶打扫呢，就得另付钱啊。行。嗯，哦对了，这边呢早晚温差大，晚上蚊虫特别多，我待会儿给你拿杀虫剂喷一喷，我房间就有，你就不用买了。那谢谢了。不客气。你是这儿的管家吗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是隔壁的房客，就帮个忙。哦，你也是房客？对对对，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生活很久了呢。啊？怎么说？就是气场很和谐嘛。我过两天就走了，这两天都在，你有什么事找我啊。哎呀，那看来咱俩没什么缘分，我才刚来你就要走了。能遇到就是缘分。对啊，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白曼君，嗯，你叫我曼君姐就可以了啊。曼君姐，许红豆，幸会，幸会。那你就先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小川来，他说想请你吃个午饭。啊，好啊，嗯，有事找我啊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许红豆。啊？感觉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啊？几点去打针？四点。我和你一块儿去啊。好。嗯，豆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呀？谢总呢？让欣欣打电话叫去村委会，调停村民矛盾去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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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你去接的人呀？嗯，是美女邻居吗？嗯。这样啊，那个你跟他认识，一会儿你上去把他叫进来，我都坐在这儿，背着他弹吉他，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。去叫。嗯，放轻松啊，不要紧张啊。怎么样？我状态好吗？曼君姐，哎，有时间吗？下去坐坐。好呀，东西收拾好了哈。收拾好了，东西不多。那你就先下去坐，我回去换个衣服。嗯，好。脾气，我无奈妥协。
再见。你。来，给你个杯子。我请你喝酒。不行，太晚了，不喝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喝双倍的 espresso？ 来，跟我聊聊天。行吧，虽然我们不认识，但我看你状态这么不好，你就当我是个垃圾桶，你想说什么你就往我这儿扔，我没事，我能消化。给你看个东西啊。包呢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。哟，我都没见过结婚证，这要见上离婚证了。他俩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看你这状态，你老公，你前夫出轨了？没有啊。那你出轨了？我哪有那个时间呀？我要照顾家里，管我女儿，管我前夫，还得管我婆婆。哦，跟婆婆住在一起啊？那肯定是婆媳关系嘛。不是，我婆婆就住在我们楼上，她非常好。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觉得我婆婆好，才嫁给我前夫的。那就是你前夫对你不好，该离该离。也不是。爸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，爸为什么呀？都挺好的，那为什么要离婚呀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不用想明白，干杯。哎，那个，这个姐姐，你少喝点吧，你就别喝了。干杯。哎。那离就离了，啊。你要相信，你一定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明天。好。总是向往接近理想，越是渴望越笨拙模样，你的凌乱我的慌张，他都看着的吧，却不声张，有人听有人一如既往流浪，生活释放，日子是窗，想要的故事就发生在身旁。我当时就是看他心情不好，我出于职业病，我就上去劝了劝。那个感谢你啊，没拿我当流氓。胡老师这个人啊，就是表面形式上有点流氓。嗯。但其实本人呢还是很热心的。哎，对，他当时跟我说，要是心情不好想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的话，就可以来这儿，因为这儿的人都很好。对，人都特别的好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呀，是吧？你也没给我留个联系方式。我不会自己搜啊。哎，可惜了，你应该跟小春说你是我的朋友，你是我介绍来的，这样他房租能给你打折，是吗？啊，胡老师啊，你自己的房租也没打折吧？你上辈子肯定是台挖掘机，你就会拆台。人也是水果。嗯嗯，谢谢。再说一遍试试，你就投一年，你不要脸，家里人都说。你怎么搞成这样子了？阿叔们吵架，没头发抓，不就只能抓衣服了吗？你被抓破了。哪儿啊？脖子。哦哦
你这会感染的，你上来，我给你用碘酒擦擦。那你放下来呀。什么啊？你把头发放下来，我爬上去。那你自己吐丝啊。收拾行李呢。啊，你坐一会儿啊，我再找碘伏。哦。哎，我找到了，等一下啊。指甲够狠的呀，这要扎在脸上那得破相。你是没看那指甲，抽烟都熏黄了，指甲缝里都是黑的。你消毒就消毒了，你别吹。我不好意思啊，这下意识动作。你自己回去洗澡的时候啊，小心点，别沾着水啊。那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别说太晚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是，早点休息。
进寂静的森林，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鱼独白身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翻扬起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影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，四季的光影，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升起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，地方。